八仙级犬养之前要准备什么？八仙级犬养之前要准备按照狗狗的大小准备适合的狗窝、牵引绳、食碗，根据狗狗的年龄购买相应的狗粮、食物、零食，再根据家中的实地面积选择不同大小的狗笼，之后准备八仙级犬的项圈、磨牙棒、玩具、衣物和宠物所需的沐浴露、梳子、毛巾、宠物指甲剪刀，以上物品都准备好，就可以将八仙级犬接回家了。当八仙级犬刚到新家时，主人不要过于亲近狗狗，给狗狗一定时间适应周围的环境，避免对狗狗造成惊吓。等待八仙级犬适应环境后，主人就可以为狗狗进行体内外驱虫和接种健康疫苗，两项都完成后，就可以给八仙级犬洗澡。